是幫我們削個輪廓出來的。嗱，這個不用大力都是，因為你不大力，它都搣住你個搣住你嗰個 jaw 嘅。見唔見到啊？冇咗，成面呢邊冇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 May 啊。今天有一個性價比很高的美容棒想介紹給大家的，它的樣子好像有點騎呢，有兩個碌，有兩個波波，有曉碌的波波，怎樣用法呢？待會慢慢跟大家說。它最主要是用來跟我們 去到削回我們的那個 jawline 這個 shape 出來，還有提升我們整塊面變成向即係嗰個面部就會冇咁向下鬆弛，就向上移，仲有另外隻眼可以升高。咁我急不及待要試俾大家睇個效果嘅。咁啊呢一支嘢咧，其實單用都得嘅。佢咧就咁有個滾輪咁樣，你喺度拉咧，喺度拉就已經用到啦。係啦，喺度咁樣向上掃，佢就自己會轉嘅。咁但係咧配合埋精華素啦，又或者一啲嘅 gel 咧，啲按摩 gel 咧會更加好。咁啊近排我用緊呢一隻嘅北海道做製嘅一個馬的胎盤素 的精華，那我一陣就會拿這個來試給大家看。那這個就是可以即哇真的又是什麼都可以，抗衰老啊什麼都齊。也都如果家裡其實自己有一些精華素呢是用開的都可以，譬如這一支 Swiss Cook 的一些的透明質酸啊這些啦的精華素啦，甚至乎拿家裡自己搽面的 cream 都用到的。那我現在先試一下。那這一支棒呢它就會有跌入電芯的啦，那它一擰開呢 on 呢它就會轉有6000轉的震動的，它一路震一路會幫我們按摩塊面。現在即刻試一下，因為呢 它除了好像之前我們介紹的美容棒是可以去到導入一些的，這個導入這個的精華啦，水咁樣嘅，佢我中意佢就因為佢咧係唔會立，會好水潤嘅。咁啊搽咗落去先啦，因為我哋依家都會做埋呢個 jawline， 咁所以就搽埋成塊面先。咁啊額頭都搽埋。咁最好咧就係、因為其實你依個吸收咗之後乾咧，咁你就會難推嘅。通常啲棒，但係依個咧譬如以前刮痧兒都難推，但係而家呢個咧就唔會嘅。呢、這個嗱搽咗落去先，跟住咧就。打開震嘅，起會有震動啦。用法即係記住，先期手勢唔可以錯。你如果做錯咗咧，你係弄口反轉，跟住成隻眼啊，全部啲嘢會向下耷。嗱 ，V 字向上嘅時候咧，我哋咧向睇塊面部咧係向上推嘅，見到去到眼尾停，向上推，一路推咧，咁個波一路轉，跟住去到隻眼就停 ，hold 一 hold， 跟住咧就向上推。推嗱，依個就喺個面部嗱，呢個位又係，其實一路震咧，你會 feel 到咧個皮膚咧係喺度導入緊。嗱，我係容易紅嘅，所以咧碌兩嘢我都紅噶啦。咁但係唔緊要，即係代表咧我哋血液已經循環咗好多，係會咧增加血液循環啦、排毒啦，同埋咧提拉我哋面部嘅。記住有碌的時候咧，就唔好太大力，因為其實佢已經震噶啦嘛。咁就你唔需要攞嘢去壓佢啊，咁所以係啦，向上係拉。咁一路咧，佢會係有個轉動同埋震動，再加一啲係你見唔見到啊？搣緊我哋少少皮，搣緊塊面嘅肉，佢就會推，有少少似我哋好似按摩咁樣。咁向上推咧。手勢千祈不要向下碌啊！向下碌就很危險嘅，對我哋啲紋啊、斑啊啲。咁呢啲嘅笑紋呢啲位又係向上碌啦，係啦，成塊面嘅面積就係咁樣啫，冇乜嘢難度嘅。搽咗啲嘢之後向上碌，去到下巴呢啲位就向上，咁去到眼又係向上，眉骨就係向上。嗱，眉呢啲位咧咁樣樣推就已經 OK 啦。嗱，而家我睇翻，我應該都講咗。即係碌咗分零鐘嘢嘅啫，但係咧嗰個效果咧係驚人嘅，好中意佢咧嗰個咧提拉咗，同埋即時咧係去水腫，即係每如果朝頭早咧出門口，有陣時朝頭早起身咧個眼啊腫眼腫面腫啊，有陣時我都係眼腫面腫口腫面腫嘅咁樣。好嗱，向上推完之後咧，已經原來條眉已經係唔同咗啦，向上向呢度已經向上戚咗，個人個眼精神咗好多。眼點碌咧？因為呢度兩個波噶嘛，所以咧兩個方法，你可以係就咁樣喺度震，唔好拉，因為其實呢個拉呢個波咧係會唔跟住去轉嘅。
我係咁震，係咁震，向上咁樣樣震，同一時間按緊兩個穴位咁樣樣，冇喐，擺實。咁我去黑眼圈啦，同埋去咧浮腫咧，就好快噶啦，三 round 到啊，三 round 到已經，你睇唔睇到我已經同隔離嗰個黑眼圈嗰個眼袋好有分別啦。嗱，佢就冇電去刺激我哋皮膚個底層啦，但係咧佢係一個震動啦，同埋用一個物理形式去搣咗我哋。見到啊？嗱，我做埋呢個下爬呢個 jawline 下爬點做呢？就下爬呢、這個，如果我哋想削翻個骨，削翻呢、這個下爬呢、這個jawline 出嚟咧，以前啲美容師咪教我哋咁樣搽咗 cream 之後就咁樣 sweet 線嚟線去，就係、是、不停咁想，就係、是、想掃翻呢一個嘅骨出嚟嘅。咁我哋而家就用佢，咁咧佢就唔係用 V 字向上啦，我哋就用呢、這個好咁樣樣棒向上。然後咁樣拉，但係一定要拉個骨嘅位啊，因為即係等於攝將個骨攝喺呢個位，將個呢個骨攝喺個位，跟住向上拉。咁你會 feel 到咧，嗰個係佢係搣住你嘅肉上嘅，去到呢個位搣住你個肉上，一路震啦。咁係同時間咧係做緊咧嗰個咧吸收導入之餘咧。是帮我们削个轮廓出来的。嗱，这个不用大力都是，因为你不大力它都搣住你的jaw。见不见到啊？冇咗，成面呢边冇咗。嗱，冇花冇假成，好像真的一个 V 面。这个 V 面神器就是为什么个名字由来嚟？记住那个用法一定是，如果你要做这个 V 面这个 jawline， 就是向棒向上，然后拉。如果块面上去提升的就是棒向下向上拉。不要做错，亦都不要记错呢事。不过其实你一路搣，你都知道呢，如果是块面，如果假设你调转咗，不好意思咁去一搣呢，你会觉得喺度搣住你个肉呢，你都不舒服，同埋会比较真係拉扯得太劲嘅，对皮肤嚟讲。咁而家其实呢块面已经红波波，但係嗱，有冇睇得清楚呢面呢？眼首先睇一條眉先啦，條眉头先我已经呢度少少向上食几下啫，咁就條眉都已经上去啦。最明顯是呢面啊，呢嚿肉冇咗噶啦，呢、這個哇真的要記錄低呢、這個。咁啊嗱，記住啦，呢、這個佢就係咁搣上去得噶啦。搽咩？搽咩？再講多次，就係搽 cream 啦，搽你自己用開嘅精華素啦，或搽好似近排嗰啲咩乾燥咧，咁啊搽透明質酸啦，又或者搽其實我而家呢個遲啲會介紹俾你哋，係德北海道製嘅一個嘅。馬的胎盤素的抗衰老的精華，咁啊遲啲同你講下呢樣嘢。咁啊呢個咧，除咗喺塊面度用之外咧，手啦同埋咧，其實呢淋巴位都可以咁樣去到推嘅。但係點樣推咧？係先係呢個嘅係調轉嘅個 V 字又向出面啦，實棒向出面啦，向下拉。咁呢個拉咧，你就要拉到落去呢個淋巴跟住淋巴去，因為啲毒素咧係點樣嘅咧？係淋巴跟住去到架底咁樣噶嘛，咁所以係咁樣拉。好啦，咁但係如果隻手臂你要拉嘅時候咧，你就要係咁樣啦，棒向自己，然後咁樣拉。拉向嗰、那個腋下，咁就 OK 㗎啦。咁啊，呢一個係 V 面神器，咁係性價比好高，因為佢咧係比起一啲出面可能要用啲導電啊嗰啲嘅美容儀咧，係平一折噶。睇多次我塊面先， yeah？ 介紹俾大家。嚟緊我哋仲有好多新嘅嘢介紹㗎，記住 follow 我哋 ，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 同埋撳嗰個鐘仔啊！